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车独家冠名播出。他们演唱了许多的经典歌曲，一首首动人的旋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他们获奖无数，却始终低调谦逊，辛勤耕耘，歌唱道路上永葆炙热初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瑰丽人生》，带您去感受歌唱家们的无限魅力。李谷一的歌声清亮甜美，行腔婉转流畅，咬字清晰讲究。他的演唱不仅保持了民族特色和韵味，同时还借鉴了西洋唱法的技巧，形成了中西合璧、独树一帜的现代新民歌演唱风格。对待每一首歌曲的全情投入，更是让他备受观众的喜爱。色彩，我只想为你一路芬芳。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浪琴下船儿，晚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照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满春光属于谁？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的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一辈。是我们在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方，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改革开放的新一辈。光荣属于改革开放的新一辈。光荣属于改革开放的新。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记着你的姓名，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快动，浪是海的翅，还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痴笑地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浪轻波，心中的歌。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
1961年，李谷一被选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成为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1964年，李谷一主演花鼓戏电影《补锅》，他甜美的嗓音、俊俏的扮相、活泼的表演，使《补锅》成为了花鼓戏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凭借这部电影的成功，李谷一在全国范围内打开了知名度。1979年，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其中的插曲《相恋》立刻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然而令大家都没有料想到的是，这首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开山之作的歌曲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我们国家的抒情歌曲来讲，一直都是有的，但是呢，那是更多的是高强响应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以人为本的抒情歌曲，七情六欲的东西唱的比较少，很少很少。相恋呢这首歌呢，它平铺直述，很抒情，音域不宽，而且老百姓很容易唱，很容易学，就是很抒情的那种声音去做它，但是不允许，觉得这个就是靡靡之音了。面对压力，李谷一依然在各种场合坚持演唱《相恋》，终于在198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歌曲有了新的转机。为了与观众互动，这一年的春晚开通了4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点播自己喜爱的节目。晚会开始没多久，指名点播李谷一演唱《相恋》的条子便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考虑到观众如此喜爱这首歌曲，现场坐镇指挥的领导便同意李谷一演唱，《相恋》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上世纪70年代，李谷一便开始为影视剧配唱主题曲，《小花》《知音》《黑三角》，一部部经典影视作品，因为有了李谷一的歌声相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多年的时间里，李谷一先后演唱了上百首影视歌曲，甚至出现了一句流行语，叫做每片必歌，每歌必李谷一。
说那天塌黎明月北海的风。在李谷一多年的歌唱生涯中，有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一直深受观众喜爱，那就是戏歌。戏歌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让听者在歌声里细细品味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李谷一众多的戏歌作品中，最为百姓熟知的便是《前门情思·大宛城》。我是湖南人，北方的戏曲的东西我不是很了解，它有很多的那个小，就是讲话北方人讲那个儿话，那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讲呢就比较困难点。还有他卷舌音，我们湖南人讲话不卷舌，所以我唱当时唱这个歌的时候呢，于是大碗儿就得有儿化音，儿化那个茶就必须卷舌，所以就是在南方演员唱北方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咬字。所以我们唱戏歌的演员特别要注意是什么地方的戏，就一定要先去了解那个当地的戏曲，哎，听一听，了解一下，你就会融入到你的歌唱里面，这是对我们歌唱演员一个最大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